啊，公主的天方夜谭，甲想讲，啊，无干脆啦，买一个过来来做蓄水池。所以我讲哦，古时候大禹治水是讲用疏导，啊，大禹老爸焚讲用火焰，啊，这个是大禹老爸咧做的东西。所以我要讲一点哦，直接我要讲讲，不管恁对李长有啥款的看法，但是我要讲讲，这个安尼的讲法吼，应该是李长你事后叫因的后讲，啊，才要做一个水池啊，可能你原来去哦。公主给你骗人误导你，被误导哦。骗的怪手里来，无通知我。是，所以我你嘛来讲讲。有啊。要做这个物件，我宁愿相信说不是里长要求他们做这个水池的挖，所以应该是安尼讲讲吼。咱即马来讲，即马不管正平倒平，啊，我做公道，我嘛一定来做公道讲。不管上对，不管上唔对，我尽力讲。即马里面的意见，甲里长意见，甲你甲在座意见，咱当然有赞成。咱讲这个物件到回填。啊，就责，但是咱卖讲，啥因为大家拢好意嘛，大家拢是要来甲社区改善好势嘛，无人讲哦，要来做一违背咱社区的代志，我安尼讲对不对？对，我安尼讲，大家相信。那个民投也是要去。对，我先跟里长讲哦，咱家不管有是正方还是反方，但是我伫家，我一定要真公平话，做一个政治人物，就是袂使哗众取宠，袂使讲恁家有人伫，我来甲恁骗，甲恁怪，安唔对。安尼违背我的良心，所以我们今天应该这样子讲，这个做法是李长以后可以来解决那个积水的问题。但我想李长并不如，并不讲李长爱这个挖一个池啊。那阵李长不安尼讲，啊，咱今仔日先来讲，多数居民、甲议员、甲李长、甲咱大家在座多数居民拢认为讲，应该把这个土回填回去。起码啦，阵安尼来讲，了政府了一丝啊，难无了遐济。然后，迄、那个接水的问题，咱来想办法清沟啊。迄、那个淫静的所在，是毋是土泥甲阻塞、阻塞？咱来用边的迄个所在，咱会使来掘沟。啊，掘沟了啦，这边的水下袂过，咱会使遐有真侪暗坑地，会使搭暗坑地，伫个北高、南高地往北高地安尼行。好、哦，我要甲大家讲。安尼就是解决这个代志的方式。拄则来，咱的民众、咱里民，伫里头较大声说，但我组织无好，甲恁讲回事的。不过，我拄则讲的话就是真公平的话，我无偏向倒一边。不管咱是甲里长支持，或者是讲，今仔甲里长表示讲，恁爱安尼做的方式的人，我拢甲恁讲公平。我袂讲今仔直接讲，安尼讲就是你唔对，拢是你做，拢是安那款。安尼来讲，违背公平的原则。所以我今仔直接讲，我讲。咱今仔应该讲在座，若有关心这口地下的人，恁感觉讲对这口地下存废，我们就讲存废的问题。大家若感觉讲无应该做，咱今仔做一个关于讲这个物件爱回填，安尼就好啊，好唔好？好，好，好，安尼咱买赞助。雇员，雇员，回填就好了。回填，啊，咱大家吼，歹听话拢收倒一个，卖讲吼，大家卖互相指责，安尼来讲吼，歹听话收倒顿啊，啊，公主。我们认为是这样子讲，你再听一次哦。古时候大禹治水是用疏导，那大禹的爸爸鲧是用吼、哦、用什么用围堵，你这个就是用围堵的方式嘛。你得把家里门给他们挤起来，民众的担心会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到时候这个挤起来，他没有办法渗水出去，黑不完了，你刚才溢水溢出去、啊，这个水吼、哦、又要不能行，本来无一物啊，啊就是挖了这个池就惹尘埃，又要变成水装不倒去了。就变成天然大水池，全变得不起来。啊，你得靠阿姐的抽水机来抽啊，这是有可能的事情，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。因此，我们认为今天没有，不是要来做批斗大会。我再次跟大家讲，不管政府的对是错，不管是怎么样，我们今天就到此叫做闲来热马。啊，那你真的两个回填，我看如果我们今天都在此地哦，这样子讲，如果你不赞成回填的，你就可以现在跟我讲。如果你赞成回填的话，那大家无意就把它通过它的回填啊，那个积水的问题，大家再想办法。它出在哪里啊？问题出在哪里、啊啊？那个议员，我都尊重你、啊。是，因为我们大人里有4000多人。是，你是不是在松山这样子办一个？哦，让公园处他啊，大家那个人数还代表大多。好，如果说哈、哦，大家里面，我跟里长这样讲哦，我其实圣经。神龙了，你这个物件不要激化，这个激化不好。我因为我们已经看到那个结论了，
我嘛不爱伤恁啦，我是一个真好的人，我直接搁这讲，我没有，我很少用政治语言，因为这样不好。如果你把它抬到那个松山桑梓去的时候，两派人马到时候用，因为这本来就没有那个功能嘛，无必要走在卖走。你改成立身高先，告诉你的点啊吼，不会美丽啊，大家以后吼，以后上就上，不要唔知，不过见面就冲出来。我要跟你讲，不管咱支持这个做法的，是反对这个做法的人，我看有啦。我做议员的人是爱，就是要一种负责任。我袂使今仔跟你放一部晒了，拢总无去跟你插，安尼唔对呢。哎，现在事先来白告知。这人咱这样先卖工业问题，咱这样先对后边来收尾。我说以后都要这样告知。对，那个、以后的事情我们再来讲。我们是认为说，如果我们今天可以请教你一下，阿南家吼，在你这边不管林俊啊、三明丹拢跟你讲吼，你若感觉讲要存在，啊，你要搁开一个会，我无意见，但是嘛是天工。你若感觉讲今仔遮侪人来，会当代表多数关心这件代志的人，咱感觉讲你要回填，咱就做那个工程去做回填的，回填的那个叫做计划跟措施，那这样子的话也是一个方式。哦，我请教大家，我是认为说哦，对，我们就这样子来做，因为尊重在地啊，尊重在地的意见，我们先来看看听听副总的看法怎么样。但是要听听副总看法之前哦，我们要先做一个，一定要了解我这个讲法哦。冲撞当中，我还是保护里长，我不会让里长受到污蔑的哦。脆弱呀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来，我跟大家讲哦，我是个用心的，就是说，两军交战，或者两个不同样的，就是不要对人格哦来说的污蔑，这是我一项的原则。啊，但哦，啊，所以我谨守分际，真的猛讲，我拢完了走一条街。我别讲，我你讲，你红马是，我肯定别讲，啊，红马应该都在搞保值钱，先来说，那一定爱。爱讲公平话，所以我最后讲过，我甲你讲，我讲，你可能是为了要解决治水的问题，你没有受益要做这个动作，安尼你还一定先别来，你了解吼？讲今仔日要做这个堤啊，不是李长，你讲，我就是要做二十米、十米、六米，这不是我讲，这是公务处讲，安尼来讲就是甲李长讲，还李长讲清白，你了解意思？不是讲这个代志，乃是讲我受益，而且是我话讲爱二十米、十米。南美安尼就是代表我家己意思，我你要讲不是你种意思，是公主意思。哎，恁今仔在座，大家恁拢会当发表意见的所在。恁若赞成那个暗调，咱咧若接水的所在，咱用保密方式。哦，安尼来讲吼，咱现在当正在研究这个问题。恁家即马若够两派，一派讲暗调等，一派讲卖暗调等，安尼就是爱去上山上进。可以开一两片，啊！我感觉讲吼，安尼对大家来讲不是上好，一定冲突，一定叫嚣，啊！对你长来讲嘛，不是上好，就是讲会变作一个安尼摩擦、批斗啊，摩擦。我是真善良的人，我安尼跟恁讲，啊，所以我想请教恁在座，恁若赞成，甲暗倒转，咱即马公主爱听咱的意见。一言为定，说你也充分表达，也让。市政府也表达一下，再做。我先讲，我先让民众表达，然后我不能说我要做怎么样呢？我是讲我的看法，但是尊重在地民众。我要请教各位，您干嘛讲要继续开堤啊？还是讲要甲暗倒转？好，您若真讲，安尼讲好不？因为他公园处他必须要有有所依循啊。你很牛啦，两排，因都各种问题，你很牛啦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他的意见也是意见，因为他是专业，对，没有，而且让他表达一下，我们再来。我先来讲的，先来讲。处理你，我跟这有关的。好，那我就先讲一点嘛吼。我先来讲，因为恁在座，我吼，我无熟悉恁，但我嘛无法度叫出名吼。今嘛是公民处处。